接下来请收看《华丽幕后大爆料》。观众朋友们一定对这个可以乾坤大挪移的办公室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想知道这是怎么拍摄出来的吗？一起来看吧。为了打造这间不可思议的办公室，美术团队特别制造了特殊机关，让家具可以自由移动。而这颗镜头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家具从四面八方以萝莉为中心点聚集的样子，不过在拍摄现场其实啊是工作人员想这样把家具移开，后置再用倒转的方式处理的，是不是很神奇啊？不然那可是我们可以倒着走哎。走。那就发呆。声音怎么就？然后回放的时候就正常，是不是就厉害了？是不是就厉害了？容易分心的。然后就放，然后回放。那个是正常，正常那个。哎呀！等等等等。每个一直走，往后，笑说走。好，就这样，谢谢。好。先往后，来慢慢的往后，先往胖哥那里去，先往胖哥。你们两个一人吸个底片，看萝莉来干。现在往萝莉来。好，是慢慢来哦，慢慢来，有细的哦，慢慢来。然后现在已经通过安全门了，萝莉已经有光了。慢慢来，要平衡来了。往胖哥来。然后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再来，还是要离到了，还是要离到了，然后你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太近了。但萝莉还是这样，萝莉还是很故作镇定这样，然后你就放松，这样，还有这种镜头。然后还有跟你讲，我想看看你们，想看清。按掉，然后他按对了，然后开始往后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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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对了，退，退的。哦，这个马，这个马别了，它太大了。这搬到我家，我骑也不是，不骑也不是，这个十几万，骑它就会。对呀。我看令人感到困扰的不只是这匹马吧，还有这个，不知道该称呼它是人偶还是立灯的东西。应该说，这整间办公室都莫名其妙的，让人觉得有点困扰哎。不过我想，最困扰的就是工作人员啦。这场戏啊，工作人员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一下往前推，一下向后推，不但要精准到达摄影师指定的位置，还得要小心不要在镜头前面穿帮，甚至连前仆后继的本领都给他使出来咯。再来，好，谢谢。
公主？我想要演公主啊，演不到公主。来，开始啦。我认了。不要，恭喜你。看一涵开心的样子，可是苦了我们工作人员喽。不过看在你为戏扮丑牺牲形象的份上，今天就让你得意一下喽。在坐床边，对。我忍不住了，一开始就一直笑啦。来，一个牌子啊，一个。哎，腿怎么样才会显得长一点？西哥，你先，你是把脉啊？有听懂？莫良听懂把脉吗？有听懂把脉？好，预备 ，ready。好，再多叫两个。我媳妇在房间里想成这样子，好恐怖哦！不会了，可能她跟我们一样哦，也正在玩角色扮演。我心跳得好快啊！好，俏护士，等医生帮你听听看，是不是为了我们之间的爱，你的心正在扑通扑通的跳着？这里。对。OK。医生，我心跳得好快，可不可以？好的，别急哈。爱情的力量常常会让人的心扑通扑通的跳。啊！快啊！我差点讲错，讲好大。我心跳得好快，是吗？小弟，没关系，别怕，爱情的力量常常会让人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我心好怕哎！哎呦，好快，好快哦！哎呦，吓死人了！两只小鹿在跳，太急了！两只小鹿。